天带大家看的一套是二字头就能拥有广州中心城区的一个新中式的一个别墅产品，而且它是在白云山旁边，它是地面三层，地下两层。那经过我们的前院的话，就走到了我们一个大门。那大门进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玄关，那旁边做了衣柜。那右手边就是我们优质型的一个大厨房，一体化的一个智能厨具来的。这是一个竖厅设计，餐客一体的，然后显得非常大气。那整一个层高是有3.5米的一个层高，然后开间也是非常宽敞。那这里出去就是我们的一个后花园，那花园也是非常大。说完大厅，我们说一下我们的房间。那一楼的话做了一个卧室，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公共卫生间。那这个一楼卧室的话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长辈居住，同样是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飘窗，采光视野是非常好的。二楼的话它总共是做了3个套房，这是其中一个套房。那这个套房的话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小公主居住，同样一个大飘窗，景观看出去是自己的一个花园，无可厚非。最好的配置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大主卧。大主卧不止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独立阳台，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衣帽间，包括它的一个大浴缸。现在来到我们的地下室，那地下室是我们整个房子的一个灵魂来的，超大的一个20米的一个净身空间，整个地下室的话是有100多个房间，这么大的一个私属空间的话，不仅可以会客，而且还可以搞 party， 尽享天伦之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个生活。想象一下，你的爱人在这里烹饪着西餐美食，你跟你的孩子在旁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玩耍，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云杉树，你喜欢吗？关注我，你要的豪宅都会有。